Hello， 小伙伴，欢迎来到我的工作室。今天呢，受朋友委托，我来给他拍一套红酒。红酒什么呢？就是这些。红酒，这个我很少喝红酒吧，但是看挺牛逼的。他想要一套欧式复古的感觉。我现在这里有六瓶酒，有六瓶酒，有一种浅色的，还有一种女士可以喝的甜酒，包括这种咱们就统称为红酒吧，它叫威克埃格尔公牛血红葡萄酒。然后呢，他要的是欧式的风格，所以说我买了好多的背景道具，包括背景纸，还有背景布，还有一些装饰品。但是现在问题是我拍红酒需要有很大的一个景物台，我的景物台上次在拍摄的时候被我压塌了，所以咱们我要找个替换品。然后呢，我发现我这一电视柜非常适合拍红酒，但是大家看到了非常的乱，包括我的书包、我的镜头包、我的镜头箱、我的摄影器材箱，一堆的东西。所以说我现在准备用半天的时间去把这块收拾一下，包括布上我的所有的拍摄灯。好，咱们开始吧。现在我这边已经布完景了，一大黑罩。为什么是黑的呢？因为拍摄的是红酒，红酒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镜面，所以说我需要用一整块黑布把它遮起来。然后大家看一下里边的情况，在里边呢，这是一块背景布、背景纸，还有一些道具，道具还没有买，下午吃完饭再说。然后这样遮上去以后呢，就没有反光了。像那块等打完道具再拉，因为要往里放东西，两个灯打一加光就 OK 了，很简单的一个拍摄。好，下午继续为大家拍小城。好了，现在我这边已经整理完毕了，准备开始下午的拍摄。然后大家看我为什么穿一身黑色的这种绒绒的衣服呢？因为这是一个镜面的一个酒瓶，所以它会反射所有有颜色的光，有亮度的光，所以说我需要穿上很吸光的东西。但是我的脸只用戴一个黑色面罩，这样不会把脸印在瓶身上，但这都是小事，后期就可以。然后把要用的遮光布遮好了以后，就咱们可以准备开始拍摄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先拍摄单品，就是放在淘宝首页那种的，不需要很多的花里胡哨的装扮，这样也直接可以拍摄。咱们的第一个东西，咱们现在开始拍摄。好了，然后咱们的拍摄道具已经送来了，一两箱。咱们现在来摆一下这个道具，然后咱们去串位。